各位小朋友，我们是不是跟好朋友见面的时候都要打招呼说 hello 呢？现在我们就要来学这首说 hello。 首先呢，把你的双手握拳，我们要来练习做划船的动作哦，一共有四次，预备开始，来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，是不是很简单啊？接下来我们往右边踏四步，预备开始，来，一二三四，预备说 hello， 换左边来。围圈圈，手牵手往中间走三步，跳一个，预备开始，来，一二三跳，再试一次哦，预备开始，来，一二三跳，接下来一样往后面走三步，踩一下，一二三踩，再试一次哦，预备开始，来，一二三踩，最后呢，我们要跟好朋友一起绕个圈圈，大家一起说 hello， 一二三四，预备说 hello。 接下来呢，我们也来看小朋友的示范哦。